过这种寒热了，来，现打野。什么？影片开始喽！于是圣打野。From my shadows.鞋子好了，换走太慢了。他可能被剪。From my shadows. Enemy slain.Without a
Retreat from the Rift Herald. On my way. Destroyed. 凯特，你太强了吧！哎，我们预示者都还没出第二只。
凯特，你太强了，我只能说凯特你太强，穿着阿克上也有做不少事，这几阵超。凯特已经太强了，强过对面的，对面的猫也放弃陆西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直接放他一个人。然后凯特，我觉得，艾特上，我刚才在抢时间了，可是抢太快，你就里面有座椅了，你干嘛还要那么，就是你不等我吧？ 四秒刷完，你等我刷完嘛，刷完再过去，因为我已经被发现在那个地方了，他们已经会包过来，或者是我们就不要进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三都是牌了，三路牌的情况下，他资源也是满了，而且甚至是不太能支援嘛，懂吗？就是他要支援，要可能要两等三等才可以像我第二波入侵的时候那样。反正就是他太照镜了，然后我就一直贴，我也不知道你帮你做什么，你懂吗？不是说刷完一个，他两个就能认真三两等了，他又不知道这个。好，看到这里，感谢你点击解说，麻烦到这里平台帮我订阅分享按赞。